10月份了，加州依旧天天艳阳高照的，又是中午热的时候呢，有30多度，温度虽然下不来，但装扮还是可以搞起来的。每年这时候我都会去附近的农场搬一些南瓜回来，今年因为疫情很多大型的都不开放，最后好不容易找了家还开门的小型南瓜园，就随便搬了几个。为了有秋冬的感觉，我还把之前宜家买的小餐桌稍微打磨了下，刷了个深一点的颜色，涂了点保护漆，等个24小时就能放东西了。
们看这些是什么，我今天饿了一天啊，就等这一顿了。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七里刚才刚刚给我送过来的，他最近呢就创立了一个这个叫做甜辣的品牌，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卤味小吃啊，然后还有蛋糕。现在是蛋糕是三种口味是吗？对，巧克力抹茶跟奶香味。真的我饿了一天了，我早上就喝了一个粥一直到现在。我最喜欢吃的鸡爪，之前我和这个闺蜜住一个公寓的时候就经常去她家蹭饭吃，厨艺非常了得，所以听到她开店配方还都是自己研究的，也是超期待。哒哒哒哒，哇，哎，你这个流心流的刚刚好，哎，这奶香好重啊，哇，好浓郁，好好吃啊，真的好好吃啊！我没有就是说是在故意就是那个怎么样，就真的很好吃。来吃吧，来吃吧。啊，没关系，拍不到你，拍的是桌子。小光，我最近很随和的吧，给人一种很邋遢的那种感觉。哎呀，不会的，你要特别正式，你穿一个正装来介绍。哎，这是我们的怎么怎么什么的，真的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工业生产出来的，一点都不用心，冰冰凉。你这样就要让大家觉得哇塞，就是邻家的感觉，就是东西肯定充满了爱意，是用心做的，肯定好吃。真的，真的，你太会忽悠了，现在。我觉得吃卤味一定要配酒，配啤酒或者黑白水。祝你生意兴隆，然后早日发财，成为富婆，耶、yeah, ！然后包养你吗？我就抱大腿，我就给你做甜点师，做蛋糕，好，完美。为什么识别不出来？识别出来了吗？没有。自由有。不知道，你看，锵锵！哇哦，好看吗？哇，好多哟、哦！哎呀，不是，你关注点怎么不是？哦，真的，这谁设计的？哎，你关注点怎么奇奇怪怪的？这个？哦，怎么样？哦，你做了新菜单款。对呀、啊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有感觉，跟你说豆丁进来第一件事就往上面尿了一泡。看我哪里尿了？那个灯笼上。这个对啊，是有没有那个秋天的感觉？有，很棒，在这拍照很好看，应该对啊。嘿，对，祝你生意兴隆啊，我重新来。哎呀，快点，这怎么能弄嘴笑？好，调整一下坐姿。超级好喝，太肉汤了。对，过来。